迎接五月初一的冬节，嘉义市政府伫咧17号提早举办欢乐嘉年华，邀请到四面泰传舞团、丹凤歌姬带来相当精彩的舞蹈，阁有魔术秀，同时阁有在地乐团直线距离的演出。现场有将近50个特色单位，包括着美食、手作、有奖竞答、参观、抽好礼。当时阁设置三座大型的充气游乐设施，吸引真侪民众带着小朋友欢乐走跳，气氛温馨阁闹热。嘉义市长吴敏辉特别到现场和民众同欢，在上台致辞的时阵，现场竟安排印尼、菲律宾、越南的同业同步来做欢迎，以表达对着外国朋友上深的感谢。希望呢，五一劳动节不单纯是一个表扬而已。我们不但是要透过表扬来表达我们的感恩，更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带动，让我们的劳工朋友也能够出来走一走，也能够看一看彼此之间有个交流而且观摩的好机会。我们也特别希望对于我们的移工表达最大的敬意跟谢意，所以我们有包括有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的一个表演，也有请他们做翻译。我们希望呢，感谢在国外来的这些移工朋友们，你们对台湾的奉献以对嘉义的付出。那当然在这里嘉义市是你我一个民主融合的一个好地方，那往后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还有劳工模范劳工的表扬，以及我们对于相关活动，包括到东区国民到我们国民运动中心，还有到秀泰，我们会一连串的为劳工朋友办一系列的活动。今年嘉义市首度举办乐工节系列活动，除了4月22号有模范乐工表扬，在5月份和6月份嘛，特别为乐工朋友，搁再办理真侪场的活动，包括电影欣赏、免费运动课程、健康咨询、全家乐游游、一地都有活动，搁有乐动环游的课程。另外，伫咧6月初3，在嘉义市政府的八楼，召开着区域联防安心工作在我家的记者会。欢迎乐工朋友前往嘉义市政府的官方网站、社会处的官方网站，阁有面册来报名参加。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8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国小学田径比赛代表队首期，由市长吴敏辉亲自主持。曾经获得全中文国中女子组木球个人比赛冠军的嘉义佳绩方永轩同学代表接受小学田径比赛报冠，首期代表就是由嘉北国小黄冠明同学代表接受。另外嘉彩金和魏乐水果也都由优秀的选手代表来接下。市长吴敏辉特别鼓励大家全力以赴，为家己也为嘉义市来争取上好的成绩。嘉义市很小，但是我们能量很大，我们的选手们充满的活力，充满的信心，希望学习卡诺的精神，代表的嘉义市在这一个礼拜4月17号远征，在全中运有最好的表现。另外在5月7号跟8号就在新竹县也举办了全国小学田径的锦标赛，那我们33位的团队呢也即将也要远征，我们今天同时授旗，因为这是代表嘉义市的精神。我们谢谢在各个年龄层各个领域里面大家能够有最好的运动家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能够有团队积极好的一个精神，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同时今天也特别感谢议会来颁来致赠的加菜金，来为孩子们做鼓励。我想所有的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议员们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鼓励，我们孩子一定拿到最好的成绩，祝福他们旗开得胜。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今年是由云林县政府主办，在4月17号到22号总计6天，在云林县各竞赛场地举办。嘉义市报名参加田径、游泳、跆拳道、脚力、柔道、射击、蜻蜓、滑轮、溜冰和木球在内九个种类的比赛项目，选手总共有84个人，各校队职员36个人和团本部成员16个人，代表队总计136人。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
整合在地的文创团队合业者，佮再加上公部门相关局处所提供的各项资源，由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推动成立的文创嘉义制造所，十五号由市长吴秉辉率领着五会的议员、贵宾、合业者代表正式佮白启用。未来将透过辅导顾问团队主动出击的方式，以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地产授权、创新研发五个领域成立顾问团，安排以个案的方式来进行诊断，加强对中辅导的能量，也建构着嘉义市文创产业优质的发展环境。今年是嘉义文创的关键年，因为在今年同时我们也举办了台湾设计展在嘉义市，我们摩拳擦掌也做最好的准备，所以今天的一个成立，我们希望叫文创嘉义队的成立，那也让大家感受到嘉义的能量。所以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老灵魂，可是却有新生命，借由设计的能量，借由创新的思维，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新的生命力。那这也就是源源不绝，让年轻人提供给他们有返乡、有移居，甚至呢，能够留在故乡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园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基地，让年轻的孩子们有一个更具体可以协助，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创业的机会。那这中间我们会提供给一些相关的培力，还有更多的专业讯息，还有相关的辅导。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也希望我们年轻朋友们，你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络。那这个创业基地呢，属于大家共有，我们相信未来在每一个人可以从文创开始做一个出发，让大家感受到嘉义市大大的能量。文创嘉义制造所位于嘉义市政府边啊新兴台计时阅读空间秘书店，将有专人驻店，嘛会主动来出门拜访业者，提供一个对一个预约制的产业咨询辅导，协助指导文创业者撰写政府相关补助申请的计划书，办理着文创产业融资贷款说明会，阁有六场的文创经营管理实作课程，和无定期的产业活动交流。另外，将搭配着2021台湾设计展在嘉义市，今年特别规划着文创产业座谈会，以嘉义市在地文创作为主题的文创辅导成果展，让更加侪人看到嘉义。最新新闻，就定孙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位于嘉义市青年街的这处厂房，内底的废弃物伫咧今年二月份发生大火之后，就藏伫咧内底到即马超过两个月。伫咧一个月月初，又阁发生火灾，造成居民惊吓。经由市府通知，相关业者伫咧日前展开询问，找来怪兽和火车将内底的物件拆走。环保局东部伫咧现场持续喷药漂白水来消毒消臭。好像车走的两车满满的车哈、哦、啊，然后我看那个环保局人员也有跟着他们厂商再回去他们的原产地，就还有早上看的是这样子情形，然后他们会陆续继续再把它尽量把它全部都移除掉。嘉义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为了加速仓库废弃物处理，采取着调查和清运两个方式同时进行，已经查出着废弃物来源有七间业者，发文要求伫咧五天之内提报废弃物处理的计划书，同时展开同步清理，也未确定废弃物来源，有关的持续追查。已经燃烧过的废弃物将要求五成的承租业者，佮有地主等人负责清运，如果无清理，将会强制执行。所以我们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物或者是有一些疑虑请立刻拨打我们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电话225-1775，或者是市府的1999专线，我们会24小时随时到场稽查并了解现况。嘉义市政府环保局强调，因为业者存放的废弃物数量太多，嘉义市的粪扫焚化厂无法度马上处理，也无空地会当放，为着避免长期曝日头影响到环境卫生，
已经向中央申请将部分的废弃物先整理保护好，减少臭味嘛，避免搁再燃烧。但是相关的事情犹原伫咧规划当中。最新新闻，张定松、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南平国中旗队挥动着向真我家不抽电子烟的旗仔，精彩演出为记者会加开直播，也展现嘉义市守护合作健康的决心和努力。嘉义市电子烟危害防治自治条例在4月14日正式实施。嘉义市政府15日特别号召着卫生局阁有教育团队，召开着校园周边人行道禁止食电子烟的记者会。市长吴明辉传了五会贵宾为禁烟告示牌进行告白，宣布未来将会加强着校园周边环境的巡查，打造无烟健康的学习环境。特别要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通过了自治条例，在去年公布，那半年中间的宣导之后呢，我们正式在今年的4月14日开始正式实施。在我们的烟害防治法还没有通过之前，补这不足，我们用自治条例来率先来施行，也是云嘉南第一个实施的县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我们开始要启动。我们也有呼吁勿贩卖给未满18岁，甚至呢相关的场域我们都有罚则，在校园甚至周遭的人行道千万不要吸食电子烟，它最高还可以罚款到10000元。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健康，守护孩子，给孩子一个干净的校园、干净的空间，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我们也呼吁大家一起来，我想电子烟的危害不比纸烟少，希望大家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空间。电子烟所造成的健康伤害未比纸烟更加低，甚至伫咧新烟内底可能有来源不明或者是偷染毒品的问题。嘉义市电子烟危害防治自治条例是云嘉南地区第一个实施的县市，希望透过这次的自治条例共同来守护着市民健康，同时呼吁民众共同遵守，唔通伫咧校园、阁有周边的人行道以及公园。三个人以上室内工作场所来吃纸烟或者是电子烟。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政府今年首度办理着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创业竞赛，除了编列100万，预计要来选出着10个团队，每一个团队10万元的创业愿望基金，并导入业师辅导制度。每一个团队拢有专业的顾问，至少陪伴4个月的时间来经过创业初期。对培训、补助、创业陪伴和辅导在内，不同面向来衔接，好嘉义市会当成为兼具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的优先创业基地，发挥实力。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课程今年到了60个小时，同时在这60小时之后，你可以来参与，我们有竞赛，这一次拿出总奖金100万，我们会提供给10个社会企业，然后给予奖金，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鼓励大家，这是一点点的资源，可是我想在你的身上我们发挥非常大的能量。那我们想今天我们有4大主题，一个是充权女力、社会创新，再来社会企业以及创业的价值那这也让我们的创业上能够有更多更多更大的能量。那我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嘉义市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上课，改变我们的观念，那就会改变我们更多的作为，你可以发现有更多条道路可以往前走。我们期望嘉义是一个让你能够努力有更大成果的好城市。全民共享，世代宜居，美丽的嘉义市等待你来。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创业竞赛已经正式起跑，活动对4月12日到5月31日开放受理报名。4月17日礼拜六上午10点，将在嘉义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来举行着第二场次的说明会。不管是有社会创新或者是社会企业各项的个人自组团队、公司行号或者是非营利组织，只要符合着资格条件，拢会当报名参加。相关参赛的条件会当上网来搜寻到嘉义市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创业竞赛，或者是联络社团法人嘉义市就业服务推广协会，由专人来提供服务。
最新新闻，就丁松翁秀山加一起彩虹报道。用台语来打造街区，福建在游客实在阿里山山卡的人文城市。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日前在街区文创分区举行台语直接启动记者会，在活动一开始由软剧团带来精彩的台语表演甲开字幕，获得满场掌声。市长美惠也特别到场参与，并表示母语文化一直是大家也是市政府关心的议题，这一次透过台语直接的推广，期待让大家看到街市不同的面貌，也很感谢阿里山管理处以及235区域观光圈的林佳慧推动台湾话，让台湾话充满这具有人文的城市，让人跟人之间处处都有人情味。我们从美食里面找到台湾话跟台湾味，这台湾味、台湾味，你伫咱姐姐、咱的店家，特别爱感谢我们这一次林聪明砂锅鱼头吃哈，也是235的种子教师的一个这样的代表，他来林佳慧来推动我们台湾话，和台湾味融入我们生活中，和台湾味就在你买一个美食当中，你都可以融入。看得到、听得到，甚至呢，伊阁有台语的菜单，啊，甚至也阁有台语的地图，让你了解。所以要食台上好的美食，当然来嘉义。啊，台湾味上水的台湾味，就是伫嘉义。嘉义市能打造成为台湾第一座台文城市，那就用阿里山的火车头来启动，好来启动我们台文的观光的结合。那希望大家来到台湾，好，我们希望都。未来在世界的舞台上，台湾的世界小吃就是在嘉义。那来嘉义，有台湾味，有台湾人情味。好，来嘉义会当食到足济在地好料理，啊，就是希望讲大家来嘉义，跟阮用心博感情。阿里山管理处处长洪维新表示，台语伫遮是借由嘉义在地台语文的文化，和游客为无同角度来认识嘉义市。你嘉义市是阿里山的门户，特别结合阿里山在地店家，甲阿里山相关的饭店业者，以母语文化连接产业观光，来创造全新的旅游体验。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观光就是食宿游购行，哦，那尤其要进入阿里山哦，一定。要找住的地方，因为我们阿里山的山区哦，那个住宿房间明显是不足的哈，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观光签的一个执行计划，哦，就是能够哦进入这个阿里山之前，到嘉义市哦来住一晚哦，然后来做一些采购哦，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我们甚至也知道，我们嘉义市政府目前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自行车哦，就是有那个 U bike 哦。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另外一个计划能够做一个美食地图，然后骑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说 U-bike 能够深入到嘉义市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去了解嘉义市的文化。台币在这里这次总共有9间台文店家共同合作，预计在4月底完成台语文菜单 logo 等项目，希望透过共同合作，让游客透过台语文的文化更加熟悉嘉义。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上同来家聊，2021嘉义市客家当会节的活动，伫咧云南社区的幸福山丘盛大开播，由嘉义市客家文化协会拍头阵，带来相当精彩的客家歌谣，佮有舞蹈一阵迎宾。嘉义市东港五丁灶的乐团带来一连串的客家组曲，展现客家精油灯会。敬重天地环境，阁有强韧生命力的客家本色。今日市长吴炳辉率领着五会贵宾，做会分享小河东港宣布活动正式展开。也邀请来自全国的民众到家己定聚伫咧18缤纷的东会世界里底。那就如同副主委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这里面，因为凡是年轻人、有情人或者你的家人，其实走到这里，感情会更好。在同花下的感情绕了一圈，彼此的情感会更好。所以我们要呼吁大家，这个时刻来到我们的嘉义市的园林展，这可以说离都会区最近的，而且中南部第一个开始启动的一个最好的同花啊！我想来到这里走一走，幸福山丘走一走，你会更幸福哦。园林展来走一走，你会更圆满哦。
总统来尬聊，啊讲琼花来尬聊，琼花叶，啊尤其琼花有琼花衣，琼花代表唔单只男人客家，啊代表大家不同的族群，啊尤其同埋始终有工作，啊不同的族群，啊不管你好咯，汉人、原住民、新住民，大家拢提尬语，一二三四，爱爱尬语诗。一二三四，我爱加一次，最主要就是要让他知道一二三四，我爱加一次。加一是一个非常让族群能够融合的共融的地方，共融共存。嘉义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城市。当会是客家的代表会，为着咧嘉义市以南社区下出的村落是客家镇，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社区居民为着伊每当四月份会当就近欣赏当会之美，就伫咧私人土地栽种大约500丛的当会，对2006年开始陆续盛开。比例当会四月是下比景，达当拢去引济济个游客到嘉义欣赏。在活动期间会就休假日，阁有客家当会市集和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和游客会当欣赏到客家文化之美，嘛静静享受到幸福浪漫的假日时光。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政府长期关注当教议题，除了重视着长辈的生活照顾需求，也积极来推动活跃老化促进的方案，特别规划打造全台湾上水的银发健身俱乐部。14号由嘉义市长吴敏辉率领着五会的贵宾共同告白，宣布正式启用。我们世代宜居全龄共享，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高龄友善而已，而是一个全龄共享的好城市。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感谢卫福部周副市长特别代表卫福部来。那嘉义市是第一个扩大招募的健身俱乐部，特别要感谢嘉义医院姚院长所带领的团队，还有嘉义大学一起来共同合作，让银发族能够有一个最好的健康的一个运动的机会。对于老年人所会产生的各种的疾病，包括慢性疾病或是意外，包括跌倒等等，都可以做很好的预防。所以我们希望全嘉义市的市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是在长青园这个园区里面还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训练啊、课程啊等等，所以如果大家来这边还可以学习很多文武双全的事情，所以盼望这里成为一个嘉义市我们长者能够一个聚集的一个据点。由嘉义基督教病院执行的银发健身俱乐部，除了设置涵盖着全新的训练机，也安排合格的中级运动指导员指导，紧结合着嘉义大学含以来的医疗医学、福建应用等等的专业人才，就老时代个别的状况来提供适合的运动处方。营养师已经在顶礼拜率先登场，提供每个月一届至两届的运动营养知识服务。俱乐部从5月份开始扩大开放，每礼拜4天，在拜六也特别开放，只要年满50岁以上的家己市民都会当上网来预约，在6月底进行都免费，欢迎市民踊跃参加。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市长吴敏辉亲自炸着点心和饮料，来到伫咧大拿中溪野区进行新军训练的嘉义市集野男，受到在场野男的欢迎。市长吴敏辉着意和各地的野男活动，关心大家伫咧野区内底适应的状况，现场气氛真温馨。有时候有一些束缚，有一些要求，反而是自己面对生活未来。人生各种挑战的必要战力，那我想其实我要非常的感谢看到大家的精神抖擞啊，这个时刻那本来应该是在外面受训的啊，那因为我来了啊，谢谢把我们的义男安排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感动，旅长的用心跟代表副旅长跟所有的干部大家的用心，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恩，希望各位义男朋友们孩子们。能够从这几个月的训练当中，真的带给你未来的人生有更大的助力，我相信一定会。市长吴敏辉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比较较缓和，疫苗嘛对三月二十二号开始正式施打，但是大家依然是袂当马虎，爱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自主管理，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伫咧做兵期间，拄到各种的压力或者是管理的问题，爱用诚实的态度寻求协助，妥善处理，唔通让厝内底人来烦恼。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家己市采访报道。含作家有约，中央喷水池文学讲座第一场邀请到诗人焦桐带来《味道福尔摩沙》的讲题，伊以实地镜放品尝美食的相片，传了大家重温家己小食，讲台湾的滋味，同时对历史文化、庙埕市集来分享家己鸡肉饭、台湾牛肉面、酒家菜的特色。贯穿彩合美食的乡愁，嘉义市长吴明辉、副市长陈淑惠，阁有作家杜爷，拢受邀出席聆听。那焦桐老师呢？他所上讲的就味道很摩砂，哈哈，啊，很摩砂，我想这是美，哈、哦，看到忍不住的赞叹、啊，就看到了我们希望有一天，当大家看到嘉义的时候，或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也忍不住很摩砂，哈、哦。这样的一个赞叹，那味道就是这样。生活其实彼此之间在交流当中，就会有体验出更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味道。期望透过这样，让嘉义更为丰富，嘉义的文化更美，而且被发现。嘉义市含作家有约，中央喷水池文学讲座刷了来个有五场系列讲座，美食文学作家苏国志将在二十四号带来《台湾吃何等美妙》的演讲，然后阁有李昂、钟文英、吴德亮、邱一新，欢迎对着美食含文学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报名参加。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